要橘子才能。好，你打开了，你夹在哪掉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开箱这个今天转的这个长吉大中扭蛋，然后帮你用开一点点的，自己把它全部打开吧。啊，可以吗？这个蛮不好用的。这边还有一个，我的手被夹住了。哦，谢谢你，好了，好了。好，看看这只到底长什么样子，长吉大中。哇，好大只哦！我帮你把袋子撕掉好不好？嗯。好，零件在这边，弟弟，那你可以把它煮起来了。你会煮吗？好，插进去，它都有那个凸凸跟凹凹的地方可以插进去。嗯，我看看我是不是用错了，我看一下。来，第一个零件，它的头好了。好，那这里有它的身体，弟弟，它的身体。然后这个是它的头，这个是它的头，哎，那个是直接插进去吗？还是要先插这个？好吧，研究一下。哇，你好聪明啊！先把这个煮起来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你再把它的身体跟它插起来。很难煮这个身体。很难煮吗？瞄准，用进去。没办法了。煮好了，这么大只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超级大只的，我们拿在你的脸旁边比一下就知道了。哇，超级大只的，喜不喜欢？这个是很棒的模型哦，你可以带在学校给老师看，还有给同学看啊，好不好？可是不行，带去学校会被老师骂。好吧，那就算了。